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大家好，我是娃娃。欢迎来到小柴文具屋。娃娃之前一直抱怨说自己没有吃到汉堡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决定给娃娃亲手做个汉堡。谢谢小窝姐姐。琪姐还欠我两个汉堡。但是我们今天呢要互相为对方做汉堡，不过是要通过转盘的方式。而且要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食材，要把它们拼在一起，会是什么样的三明治的味道呢？对，想想就非常的期待。今天我们就来挑战的就是叫做转盘三明治，我们每人要转七轮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人转七轮，然后最终把所有的食材堆在一起，然后送给对方吃。我们今天这里的食材非常丰富哦，首先面包是肯定有的，对，然后老干妈、番茄酱，还有咸鸭蛋、番茄，还有黄瓜片、糖蒜，这里就是最喜欢的火腿哦，这里是棉花糖和巧克力，然后还有橙子软糖和栗子仁，反正都是奇怪的组合啦，不知道什么味道。第一轮开始吧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哼，娃娃先转。西红柿先把面包给准备好。哇，你还要放这么多片呢？两片西红柿要成对角线放在面包上，为什么要成对角线呢？是我瞎编的。对，我给娃娃选食材咯。棉花糖，棒棒棒。哇，小欧姐姐放了三盒棉花糖要成对角线，为什么呢？放置，为什么呢？你也是编的，因为是娃娃编的。哦，我也是娃娃编的。来吧，下一个，噔噔噔噔，老干妈，对不对？嘿嘿，火腿，来，是不是你趁我没有看到你自己转的？是不是你自己转的？火腿，你能不能用筷子啊？好，那我给娃娃转喽。好，娃娃是巧克力。我觉得我这个越来越奇怪了。好，娃娃这边呢，我要把巧克力和棉花糖叠加在一起。棉花糖。好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我给你转了。栗子仁。OK。娃娃，我给你做的是一个甜品的这个三明治哦。阿姨你在干嘛？阿姨你在干嘛？哎呀，你太恶心了。几轮了？三轮了。第三、第四轮。这怎么转过去了？哎，西红柿，又是西红柿。嗯，好了。好，芝士。好，我们为娃娃加一片芝士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哟。哎，好，娃娃接着转吧。从来没有，这样是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不行，西红柿。不行。正常。对啊，我这好好吃啊，感觉。西红柿，娃娃，我给你装的西红柿，娃娃，西红柿加在这也应该不错的。嗯，我信了你的邪。哦，鸭蛋也不错，等一下把它切开放进去好不好？不会，娃娃转一个。糖蒜。喂，我这一堆。别，香喷喷的糖蒜，你这糖蒜加进去是没法吃了。哎呀，咸鸭蛋你不会包啊，不能那样。你为什么把蛋壳放进去？哎呀，但是最后我们好像这个番茄酱和这个老干妈都没有用到，哎，我们每人给对方选一个这个沙拉酱好不好？你选哪个？好，我给娃娃拿去加热一下。
我那个是不用加热的，娃娃这个因为有芝士片在里面，所以一定要加热哦，小朋友们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娃娃，我给你加热好了。你这个带芝士的是非常有特色的哟。这是我们刚刚的棉花糖，还有我们的芝士片，然后这里是那个饭巧克力，它们都已经融化了，还有我们的连虫子软糖都已经融化了哟。最后一步呢，就是我们要每个人放一个面包片进来，给你一片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换回来了，我们要吃对方给我们亲手做的爱心三明治，我的爱心三明治。这一定是我看的方式不对。娃娃，那我们要开吃喽，一定要每人吃掉一半才可以的，因为是对方亲手做的，我一定会吃掉的。嗯，好吃。这个蛋黄的还真的很好吃哎，还是黑巧。哇，你们太过分了，竟然还是黑巧。我没事。好吧，吃掉一半，你就。太恶心了，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今天呢，我和娃娃一起挑战了转盘三明治，对不对，娃娃？并亲手为对方做了爱心三明治，但是娃娃的运气好像不太好，每次转到的全都是这种很可怕的甜品，娃娃也体会到了很难忘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决定不吃了，我已经放过他了。但娃娃做的这个呢，虽然看上去很可怕，但是味道还是挺美味的。怎么样，小朋友们还喜欢我们今天这个转盘三明治的挑战吗？那小朋友们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我会把汉堡吃完的，拜拜。小柴知识点之三明治。三明治本来是英国一个小镇的名字，镇上有一位爵士，他整天赌博，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仆人便将一些菜肴、鸡蛋和香肠夹在两片面包之间，让他边玩牌边吃饭。没想到爵士见了这种食品大喜，并随口就把它称作为三明治。不久，三明治就传遍了英国，并传到了全世界。